在我那个年代啊，你知道我的大发星象，它全车安全配备是什么？你知道？安全带，这就是连 ABS 也没有，然后安全气囊也没有。你万一真的不小心撞到了，你的胸膛会有一个打字的 logo。我买被他念，被他骂，说你不会在车上被撞。没差钱。